五毛钱的土豆切成细丝，水开烫三分钟捞出，放蒜末香菜、生抽、陈醋、香油、辣椒油、盐和白糖，用右手抓拌均匀。一袋金饼加热，取一张放上土豆丝，像我这样卷起来，土豆丝酸爽开胃，金饼细腻有嚼劲。一碗剩米饭，三个荷包蛋，几勺拌饭酱，再来点海苔碎搅。哼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为什么孩子不爱喝你做的鲜榨果汁？那是因为残渣太多。准备孩子爱吃的水果，随便什么水果都可以放进果汁机，自带过滤网，榨汁分离，每次孩子都能喝一大杯，以后再也不用出去买果汁了。大米放锅里炒，炒呀炒，炒至变色，放入姜丝，继续炒，炒成这个猫样，放入容器密封好，每天早上来一杯，一周衣服小一号，不小你来打我。秋冬是孩子长高的季节，我家每周给孩子做三次这个汤。裙带菜冷水泡发，一点就可以泡出很多，含钙量是牛奶的十倍。焯好水的排骨倒入砂锅，加葱姜，适量清水，水开再煮15分钟，倒入胡萝卜玉米和裙带菜，再煮20分钟，加盐调味，最后撒枸杞和葱花即可。给我一个拥抱，一个微笑，这是幸福的味道。给我一首从前的歌谣，时光永不老。给我一个拥抱，一个微笑，这是幸福的味道，温暖就像阳光晒。浸泡了一个晚上的鸡爪已经特别入味，都是我家老王爱吃的。先给鸡爪修个美甲，鸡爪冷水下锅，加葱姜料酒去腥，煮15分钟，捞出过凉水。洗净的鸡爪多加点蒜末、小米辣、三片柠檬片，倒入一袋泰式风味汁，放点香菜抓拌均匀，腌制2小时就可以开吃了，超级好吃到停不下来。